卡了。Yeah， 为什么说还没有收到呢？哦，我是进了，我是进了，哇，哇，好大！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现在翻过来，这样，这样，它这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是这样？喂，只看到他们三个。不是，换个打开的吗？宝贝。嗯哼，过来。啊，好了。啊，开始了，是不是？10.7万，这个热度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反正觉得。这不等一会儿，等多一会儿。你等到20吧。好。加12点，14.6。几万？可不可以这里来一个点？你这个我真看不到。这个不可以。他等会儿哦。就这样吧。好。哇，赢了我一点，可以。啊，你差不多一样啊。哇，我今天车上挺正挺好看的。对啊，你今天造型特别好。你好，你今天戴着帽子可以哈？可以啊，我也没想到，好像画家。哦，真的？好了，算了。哟！哟！耶！来，先打招呼吧。开心，开心。好，来，今天是大日子，对不对？来，三二一，不对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回声 B。哦。哎，今天什么大日子？今天什么大日子呢？啊，今天我们为什么聚集在这里呢？对，因为我们的抗本又来了，因为我们的第二张迷你专辑就要出来啦！耶！为你，真开心。对啊，然后对我们昨天晚上的十一点钟，昨天11点嘛，公开了我们的这个行程表，就公开了行程表，还有公开了我们的最新的这个 logo。对，真帅！哎，屏幕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就这个 logo 真帅，这个 logo 也好看，不帅一看，对，太大了，这个 logo 有些好看，哇，太帅了，这 logo 像那个。上面那个旗子，这 logo 像那个月饼的感觉。月饼，我喜欢月饼，中秋像那个月亮啊，像个月饼。但是我觉得 logo 真的很漂亮，有这个神秘感的感觉。啊，对，还有那个鼓，就是埃及吗？鼓的希腊，就是那种希腊埃及的感觉。大家，你觉得不觉得这个 logo 很高级啊？对，是的，觉得就是看不懂的吗？哇，我觉得设计那个人应该挺厉害，挺聪明的。对，应该赚很多钱。对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很好玩。干嘛？大家觉得喜欢吗？喜欢。高级，很高级。就你看不懂的东西都很高级。如果跟就说我自己都看不懂。对，如果很高级，你们喜欢的话，我们要放在你的手机这个当桌面。对对，大家也要像我们一样来当桌面哦。对，但其实它是有细节的，你们要很多细节真的看，真的。我看一下。虽然不算无所谓。哎，其实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其实它这个 V 啊，它中间有一条线，其实它是一个地图，这是一个那个一个经纬度，不是？对，这是它是一个地球。哦，对，就那个地图，应该是地球吧？我们俩上面有一个 V，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嗯，就是证明我们我们已经超越了地球，已经占领了外太空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找嫦娥了，是吧？超强的，咱们怎么？对，我们 take over 的月亮，对，谁的月亮呢？谁的月亮？嫦娥的月亮。哎，我想问大家，你知道在月亮上面要做什么？要抓兔子。月球吗？是。哎。对呀，找水呀！你在月球肯定要漫步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对。是找水吗？找水，是找水，还有找些东西，还有兔子，还有抓兔子，还有砍那个树。没有树吗？抓一下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真的是感谢大家久等了这一次。对，是的，我们是上次是5月份发的专辑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10月份了，然后呢，时隔5个月。马上11月了，时隔5个月，我们又带着我们的第二张迷你专辑来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专辑呢有很多不同的歌曲。对，又是不同的。对啊。首先，我们那个专辑名啊，专辑名叫什么 ？Take Over the Moon， 对不对？这个真的。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们知道什么叫 Take Over the Moon 吗？对，其实把它翻译过来你就知道了。拿这个月亮，我昨天已经看到很多粉丝已经去翻译机，有那样去查了，好像很多种答案。对，就很奇妙的。Take over the moon 就是最好玩的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啊，它 take over the moon 其实没那么简单，就是可能是 take over the moon， 哦，
画一个。本来是什么意思？登月吗？天，我不懂，不是这样说。如果他是月亮的话，是这样的。但是我觉得我控制，就是我们要跳过，对啊，我们要跳过那个月球。对，然后下一个专辑又是不知道，可能是金星。Take over the galaxy, take over the galaxy。然后在月球下面是哪一个 ？God of the galaxy。好，银河系来说，银河系，我们每个星球跳一个，然后我们专辑最后呢就会到。那我们专辑可以发生很多变化。说起来，我超喜欢这个专辑的这个空间，真的特别喜欢。对，很有意思。没错，哇。来，哇。好。看不见评论。有什么？有什么评论啊？他们都说我们仰望顶点。对，有时候如果你们以后在月球上看到一个 B 的话，那就是我们。这眼睛得有多好，刻一个 B 就能看到一个 B。现在也可以看了，现在还没有出月亮吗？那其实我可以稍微可以解释一下，就什么我们那个日程表里面有写出天选之城。那天选之城跟 Take Off the Moon 是什么联系？你觉得？天选之城和 Take Off the Moon 有什么联系？天选之城是什么意思？天选之城就是天选的那座城呗。对啊，是那意思吗？是那意思，这么了解的？天选，对不对？因为 Take Off 是我们出发吧，对啊，在靠从地球上面起飞，然后在这个一个月亮，然后我们这个建立住啊，我知道了，就是 take off and over the moon， 这是这样的意思。其实我们的专辑有连接性的，对，我觉得是这样吧， take off and take off， 这个，你刚刚那个曲线跟这个标志有点像，是。刚刚是这样子，有点像的感觉。你反馈屏我看不到的，你屏幕按掉，看里面那些曲线啊，反馈屏我看不到，我们全部哦，我看一个，他我知道是里面有曲线的，对，他就说就比如说这样子，可以你们啊，对呀，哇，我看这个网上有一个粉丝说这个 concept 是我们是不一样的月亮。啊！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我看到这个很哇！我们是不一样的月亮，满月，满月，大是满月，有那么满月，然后有那种弯月、半圆月，然后还有一点点月。因为中央图嘛，因为昨天发的照片是这样的。The order， 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虽然我们也不知道。哎，但其实你们看这个 logo 的时候，你们感觉有没有像个时钟？因为它对，它是一个，它是12点，然后3点、6点、9点，没错。2点，就现在是5:38，它是个时钟了。哎，但咱们昨天不是发了一张这个图片，还发了一张那个海报嘛？就我们都六个人，我们就啊，对，我是坤哥，就感觉像吃掉坤哥一样，对，像我们感受坤哥一样，感受坤哥，对，感觉他身上的味道。他那天吃特别多香水是吧？有些人很坏啊！昨天晚上我看到一张图片是围着我。然后说瑟瑟发抖的福建人，然后旁边是各种的想把我怎么吃的，哇，真的很坏啊！哎，这种感觉。哎，要不然讲了这么多了，我们这次的主打歌呢，啊，是什么名字呢？哦，你在干嘛？哦，名字呢？你干嘛开音乐啊？开吗？开不开吗？想听吗？想听吗？想听吗？想吗？想听会呀？想听吗？啊，等一下，不要问，想听吗？等一下哦，来，准备好了，你快，很重要呀，我会不会搞的？你不要放到，你不要中间停下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放到别人训练你啊，这个是我的，来试一下，来吧，好，准备，嘘。对啊，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前奏。
幻想的空间。对，有一种那种虚幻的一个空间，然后就是那种钢琴的那个感觉。哎，背景是那么背景，让你自己想。对对对，你们看下面的人都说，哇，好温柔，好温柔，好听，好神秘。对，神秘就是对。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风格的歌呢？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猜一猜。我觉得就是如果歌源呢、啊。音源出来的话，你们会吓到。对，我觉得真的会吓到，就是会就跟你们现在猜到的就不太一样。对，突然会叫一下吗？你们觉得可能是那种，但有可能是这种，有可能是这种，然后这种也是这种，就会变成这种，对对对，没错。来来，期待了，期待了，期待哎，有人讲恐怖耶，是吗？我看人讲恐怖，挺抒情的。还有，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个主打曲以外。里面的很多 solo 曲，哦，solo曲不吃肉来跟你们打赌，这首歌你们觉得每一首都特别喜欢。对，珍妮。我可以不吃肉，告诉你们这首歌真的，对，啊，是六这每一首歌都特别的好听。对，好听，真的好听，真的。希望你们可以细细的品尝。嗯，品尝，啊，品尝。然后，对，你们期待吗？还有就是，其实啊，我们这个主打曲里面的舞蹈是非常厉害。好，你站起来，这个是礼貌吧？OK, are you ready? 5, 6, 7, 8 哎呦！但是我觉得这不是 point on, 不是 point 的跳舞啊，是个人，但是不是很标志啊，这个动作，标志，怎么办？像我刚刚再做一遍，真的 point。看他的脚。OK, 好，到此为止。OK。稍微过来。再调整一下。啊，果然是我们。可以。你看，子楚哥。笑死！突然 Q。没事，很好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还有人先跳这个，你不只是主打曲，刚讲了每一首歌的，你们不要这么的安静吗？认真听说话的吗？快！啊！那个是 surprise， 是惊喜，是惊喜，是惊喜。你们大概是有看到我们的日程表上面后面有两个问号，对不对？是什么东西啊？其实我是。这个问号，我昨天这个问号看得我一脸问号，三个问号在我脸上，真的是专业的。哎，所以我们是明天后是29号公开是吧？没错，29号公开我们的MV， 还有音源，我好想看。二十九号公开我们的 MV 和音源，然后28号呢是 MV 的 DJ。然后前面这几天呢，可能就是放我们的这次的照片。我们拍的宣传照片，对，哇，你什么都知道啊？还是谁知道啊？对不对？哇，
哇，大家都好期待。然后，对，我听说专辑也设计的很漂亮。对，虽然还没看到，但是我听说真的是设计的很高大上。对，可以。你看这次的 logo 你就知道不一样的。对啊，我真的喜欢这个 logo。看一下他们说什么，看他们说什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们拍这个 MV 的时候也很好玩。对，好好玩，真的好玩。可以有 behind 的，很好玩。对啊。哈哈，那现在。拍 MV 真的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下次有见面的话，我们说 behind 的事情，现在不可以说。好，现在先暂时先不说 ，OK？ 对。为什么我们那么拘谨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很想告诉大家的事情，但是就是要不能说，所以就告诉你们就是没意思了。对对，所以就又不能说很多，又要说一点的感觉。其实我们也是，知道吗？这个一点点的感觉，的感觉，所以更。就是要不 flavor 要不让他们问一条问题吧。好，随机问题啊，来，随机抽一条问题。哇，这有点快。我董事长，你就看到这三个字，你也只看的，你也只看的我这三个字，一点不会碰。哦，等一下，准备一二三。哦，有董事长。有吗？你没什么问题。你要想一想。对的。OK， 坤哥，坤哥，坤哥有没有？有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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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坤哥撒娇？什么？坤哥撒娇？不会吧？坤哥是什么年代了还撒娇？那哪是个问题啊？啥问题？哦，坤哥 rap。啊，坤哥 rap。什么叫 rap？ 这个不什么叫 rap？ 坤哥可以 rap， 因为以前我看他的 rap 的视频了。你闭嘴！对不起。闭嘴。天天 rap， 不限度 rap。叫不是 rap。那其实现在大部分都在上课吧？没有，在课吗？现在吗？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其实我不太会用这个东西。鬼子往前，一旦来挡就没有。董事长了。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就我真的有。等一下，你们找到问题没有啊？不是，他这个问题。不是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真诚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看不见。是哦，你拉太快了，旭旭已经跟不上了。你们没有在问问题，你就是说撒娇撒娇。对啊，你问问题嘛。对啊。你们不好奇吗？不好奇吗？我 produce 的是什么 ？Can rap or no？ 哎，董思成泡文学的怎么样了？现在我来一口，来一下，来一口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真是我天天听别人英文啊！是我，因为我你知道我昨天跟前天我都传英文剧情给他，对，然后我还回他，他还回我英文剧情，我有很多。Come play with us. No, I'm okay. I'm sleep. 我看你们，你们这，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室友谁是谁，应该知道，知道了，我们知道了吧？我们的室友 ，OK， 我做了。我们摸一摸，摸一摸。哎，那现在分词也是摸，就是五音文摸，对吧？我们啊，没错，今天学的，对啊，对。没错，我上英语课。好，现在其实我已经上的是英语课。OK， How are you today？ I'm good。Oh yeah。然后接下去回应。Very good。So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comeback this time？ I think it's very good。What's your favorite song？ Can you sing me a short like verse？还有一个 Sky to City， 下一次就是那个 我们来拍张照，一二三，耶！声音清楚一点，Go！不是你们，把声音清楚一点，对吗？
你们看看我从一下就到五分钟的音乐。对呀、啊，都还没有 get 到，就没有再跳，没有啊。那如果有带电的就好了，这样不就可以了吗？哎，可以找一个，找一个。我每次他们一过段时间就懂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他们现在肯定一头雾水。对对对。然后也觉得我们几个人很疯癫，哎，真的好怕一不小心全说出来。对，其实只有三个人说就行了。不是不是，那那那那，哎，你先撑一口，我给他找个音响。哈哈哈哈哈！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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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还有什么？还是网速不行啊，这样。哦，这个行，这样。哇，你这个网速挺可以的，你是没交钱？我交钱啊。啊，网。哎呀，喂，你这个网速挺可以的。等一下，我看就说吧。我没有手机，我的手机在他那。对不起，被抢走了。所以我现在。哎，大家，你们那边是几点来的？我们那边是四点。现在。啊，我们是四点。4:51吧，好像是。哦，对，你有戴手表？4:51，我都没有戴。对，对对对。哦，我们其实啊，哎，那个什么什么，这什么东西？人家看得到吗？啊，看得到。哇！哎呀，好多剧透啊，怎么办？你就不要这样剧透啊！感觉这么下去的话，所有人都知道了。我们的 Lake 要出来管理了。Lake 站起来了。差点孩子坐下，孩子坐下，住嘴！我们要不他胆子大，啊，这个歌的名字哦，好啊，哎，结束了，还有一个，跳舞可以。你们俩干嘛？啊，我知道。啊，对，用来 ，OK。今天呢，就是啊，粉丝们，你们知道今天会公开什么吗？是什么呢？你问他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什么呢？你们知道吗？呢？其实我们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知道，知道什么东西？好，他们也好像不太知道。对呀，肯定知道。不知道就是对了，你们知道就奇怪了。对，你们知道什么？所以呢，你们要为我们工作。我们先跟粉丝想一想，我们啊拍 MV 的内容，对，跟粉丝想一想，对，想一想，应该是说讨论讨论啊，就是你们觉得我们的 MV 的，我们自己知道会拍成什么样，对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知道要自己知道。通过听了刚才那个前点点的那个小小的音源，对，你们觉得我们的 MV 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？对，可能是那种 rock and roll， 是不是？对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什么？公主风哎，公主哎，对，因为是天选之城嘛。对，你别说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在我们这次新的专辑里面，我们打破了许多的常规，里面加入了许多的元素，然后你们也许多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在以后发生。所以你们可以大胆想象。我听说有一个 set。就会变成一个 mermaid 这样啊，真的？哎，我怎么记得他是变成公主？我怎么记得他本来在月亮上面的 waterfall 啊 ，waterfall 哦，这是科幻片。哎，所以你那只美人鱼在月球上是吧？对，是哦。哇，我也不知道哎。Winner， 所以其实我们的 area 如果要分类的话，有可能会变成科幻片。对，还有动画故事，动画故事也有，历史片、外星人、历史片也对。哎，我们的 MV 真的是，我们不能细想，太多元素了。对，要你们想，你们大胆猜一猜。有的人讲我们是月亮之上，哎，月亮之上，月亮之上，哇，嘘，你是会讲话。三个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有人猜我们这次主打歌是抒情的感觉，好，哎，有可能吗？对啊，有可能。你猜主打歌？哦，我也不知道。抒情。啊 ，Ballad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不是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
谁魔镜魔镜告诉我。魔镜魔镜告诉我。魔镜魔镜是不会告诉你的。这七个里面谁最帅？爱丽丝梦境。哎，对，就是爱丽丝梦。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，我也有爱丽丝梦境的感觉。爱丽丝就是一开始那个，特别像迪士尼。对对，那时候我就是喜欢听。对，我们。啊，爱丽丝。爱丽丝，我觉得是 Pokemon。哎，几点了？哎，几点现在？哎，还早。哎，还没到时间。4:55。对。不能跟你们讲太多。哎，嗯，有人问这个 MV 里面是七个王子吗？嘿，还七个公主。对啊，不是你这个不是七个 mermaid 吗？七个小矮人吗？和七个白雪公主还有对啊，还有七个白雪公主加一个小矮人呢。我是有我知道谁 ，Clavis， 又开一本书。这个出镜率有点高，对，出镜率有点高 ，Clavis。哇，你是谁？谁是 Clavis？哇，这个，其实我感觉每次直播啊，都是我们有段时间没有聚的感觉，我们七个人。什么？啊？对。啊，最近我说每次直播感觉直播之前都是我们有段时间没有聚的。啊，怎么着？因为就是旭熙和 Ten 他们在苏菲亚嘛，对，苏菲亚那边，就他们的行程其实说实话相对来说很比较忙一些啊。对对。我们流行啊，流行。对啊，流行。旅行，我们都是对，我是旅行而不是忙的。对，因为刚从就是休息完回来，对，休假完回来吗？挺好，挺好。就是我们一直都休假，大家都要休假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对。哦，我如果我们一起有旅行的话，要去哪呀？去你家，去你家，你家这么大，对啊，你想泳池啊？请你们告诉我推荐。不是，对，去 Ten 家很方便，你想。你已经免了去动物园的门票，他家就是什么都有，都有猴子、猫猫、狗狗，什么鼠都有，然后这当屁，然后还有游泳池，还有这么大多的房间，还有那么漂亮的风景是吧？对啊，啊，我们去你家吧，真的。啊 ，no， 被拒绝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哇，好多啊，真的。哦，我想去 Winning 的家，温州，你家是温州，来吧，来，去游乐场，已经约好了，好，温州约好了，安溪江 ，OK， 约好了，来，温州有什么？完了，温州皮革厂，皮革厂，还有一个很好鲜，然后还有很多好看的景点，啊，我之前不想有想来我家吗？你家在哪？福建啊！对啊，我当时到我访问去的家，哦，就故意，对，考就访问去。他没听到，不是他听到没有理你，他听到没理你。我说你想来我家，哦，对，我想。哇，再带点感情。对，我想。OK， 再问一个，再问。我说天人想来我家。对，我跟他说了很久了，我想去。这个 leg 真是挺可以啊，真棒。真棒！好，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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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哇，但是很开心的，我们一起做这个 mini second mini 专辑，对，是 mini 吗？对 ，mini 专辑，哇，很期待啊！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呢，好像到了一个快有点重要的时间了，对，好像接下来好像会有什么内容要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吗？好像吗？不是吧？啊，据我所知好像是，五点吧？是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好像现在有什么？好像对，现在马上有什么东西？哇，马上要出来了！对，出来，你们很期待吗？很期待啊！对，最后一个，我想告诉你们，我想问你们，你们敲手的时候是？左手放在上面还是右手放在上面？这个，我是这个，我是左手放在上面，不是左手放上面，因为你有戴手表的话，你手表会卡住。我是，所以你要右手放在。好了，更多的左手在上面。对，我们左右都有，好，准备。但是我觉得这样亮啊。好，准备。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要准备，你们去看一下。